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巴黎卡拉吧。本节目由幸福楼大酒楼独家冠名播出，由艾美丽珠宝公司以及欧方之拉许法国海鲜大酒楼联合赞助播出。巴黎卡拉吧是法国华侨华人共同的大舞台，只要你喜欢唱歌，只要你有足够的信心，只要你认为你的歌声能打动你自己，那么就请一起到这个舞台，用你的歌声打动更多的人。好，欢迎今天的卡拉歌手萧玉梅女士。你好，美丽的萧女士，第二次光临巴黎卡拉吧。嗯，是的，是的。第一次没唱过瘾。嗯，永远都不会过瘾的。唱歌的人真好，是的是的，怎么唱都不会过瘾。今天要带来一首什么歌呢？嗯，下马酒。一首降央卓玛的下马酒，草原上的歌，对，把上一次那个爱的奉献一路奉献到大草原上。是吧。好，让我们在欣赏你的歌声之前先来看一段访谈录像。好的。好，欢迎您再一次来到巴黎卡拉吧。谢谢谢谢。第一次就是说第您唱的那个爱的奉献让很多人鼓掌了。你是不是自己觉得还没过瘾？有一点吧，太短了。所以这个我知道，这个唱歌的人都喜欢把自己最完美的东西献给这个观众。是的是的，因为第一次嘛，因为是第一次哦，也好像没准备的不是很好，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参与的多了呢，也想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对，我们也非常欢迎。这您作为这个可以这么讲的积极分子，然后带动更多的这个中国人朋友、华人朋友来参加的这个节目。希望吧，希望，希望大家都来参与。可能刚开始很多人有点紧张，不愿意，好像觉得不好意思吧。是呀，是呀，是呀。其实这是我们自己华人的一个娱乐平台，大家都应该都可以来参与的，没有什么好怕的，我觉得。您之前几岁开始正儿八经的唱歌啊？我其实正正经经开始唱歌是应该差不多16岁吧，15岁不到16岁的时候。高中。嗯，高中的时候，我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就考进了那个我们那个新疆农二司歌舞团，然后在那边工作了几年。算是专业演员了。应该是吧，专业的，但是不是专业唱歌的，就是我们那个因为是歌舞团嘛，就是又要唱歌又要跳舞，而且还要唱戏。我们的歌舞团里还有豫剧，就是还会唱豫剧。那那个什么新疆的冬不拉也会吗？懂的，懂的，会一点点。嗯，吹拉弹唱都会了，全能的。也不能这么说，不是全都会，懂一点点。但在那个时候，应该而且又年轻，应该学到很多东西啊。进到少数民族地区，新疆人又能歌善舞。差不多吧。那个时候对我的成长哦，有很大的帮助。那个时间，那段时间学了很多。是。然后怎么就走了呢？离开了呢？惭愧。哎呀，是因为恋爱了，老公呢是重庆的，然后就义无反顾的就走了，然后后来就后悔了。是完了，爱情比艺术更加值得这个选择，先选择爱情。应该是这样子的吧，应该这样子的。然后就很多年一直就是跟这个舞台跟艺术就是有点隔离了，是吧？应该说，没有全部吧。就是我就算回到重庆之后哦，还是在那个我们重庆那个文化馆一直在工作，就是。帮着也算是义务的哦，除了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也是帮着文化馆的跑东跑西的，就是帮着别人唱歌啊、排节目啊，反正没有完完全全离开过，一直在表演的机会就少了。对对对，表演的机会不是像以前一直在舞台上，就是偶尔的也会上舞台，就像那些什么节假日我们中国的节日啊什么的也会经常上台的，但是不是像以前一样的专职的。所以今天这个舞台虽然有点小，也让你多多少少能圆一个梦。不小不小，这电视虽然舞台比较小，但是那个发射面还是挺大的嘛。我们华人的电视这是上电视的嘛。然后在巴黎就是经常会有机会跟一些朋友唱唱歌，开心一下。是的，是的。在巴黎我参加了那个合唱团，
参加了舞蹈队，也是很忙的，一天都在唱歌在跳舞，反正业余时间还是很充实的，很快乐。相互学习。对呀、啊。接触到很多巴黎的能人，特别是巴黎的温州人啊，温州人这我本人也是温州人，这个一般巴黎这个中国人对温州人的概念是就知道干活赚钱。本来是这样的，我本来也是这样子，但是后来改观了。嗯，通过这合唱团啊，通过我们现在这些娱乐活动，嗯，大部分都是温州人吧，但是改观了。温州人不是像人们想象的只是专门赚钱的。其实我们说不管是看哪里人，温州人也好，任何一个地方人，我们可能都只是看到一面。其实温州人怎么说呢，也同样是有对文化对艺术的一些追求，因为这个东西我们讲、啊、比如说你唱歌一样，可能人的有一种本性的东西在里面、啊、只要条件允许的时候，是啊是啊是啊，是条件不允许，允许的时候大家都会去按照自己的那个喜好去追求的。我想因为这些的音乐艺术这些都是非常美好的东西，的肯定是吸引每一个人的。赚钱都会赚，嗯，都会工作嘛，我也工作是吧？所以、业余时间我也是业余时间在搞这些嘛。其实平时的时间，主要的时间还是要工作的，和温州人一样，并不是说温州人只会赚钱，其他的其他像我们来说，对你们温州人来说都是外乡人，那外乡人也会赚钱的嘛，我也会赚钱。其实都是一家人，都是中国人一样，对啊、不管东北来的还是这个重庆来的哈、啊啊，都是一样，都是一家人。就是我那个我平时的我自己的主要工作呢，我是，比方说吧，我开了一家旅店，所以呢，我平时也是工作的嘛，就是业余时间，也和我的温州朋友们一起去唱歌。就是说自己工作也好，事业也好，都稳定了，就可能能腾出更多的时间来从事自己喜欢的事情。是的，嗯、是的，是的，是的。是这样子的。那么温州人也是一路一路发展过来，现在哈、啊、生活稳定了，就开始追求一种有层次的东西，包括去，比如说去教会啊，去这个、佛堂啊，一种信仰追求，其实也是好事，都是一样，跟艺术也是相通的，就是吧？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刚来的时候是创业阶段嘛，创业赚钱，让自己的生活稳定，然后一旦稳定之后，精神上的东西大家都会去追求的，不管是温州人也好，还是我们外乡人也好。好，那让我们一起来，这个温州人外乡人都来欣赏一下您的歌声，比那个爱的奉献要更加完美的歌声。但愿吧、嗯、但愿但愿但愿、嗯、我们期待。好的，谢谢谢谢。好，现在我们回到录制现场，来一起欣赏一下萧玉梅女士的下马酒之歌。下马酒之歌是德德玛演出的一首歌曲，收录在2011年1月1日发行的专辑《草原绝唱儿女情二》。下马酒之歌是首地道的蒙古族酒歌，这首歌体现了浓浓的友情，淳朴的民族风情，听来赏心悦耳，读来心情舒畅。德德玛，内蒙古额济纳旗人，中国著名蒙古族女中音歌唱家，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现为中国国家一级演员，内蒙古德德玛音乐艺术专修学院院长，被誉为草原上的夜莺。1979年，一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使他红遍大江南北。下面有请萧玉梅女士为我们演唱这首《下马酒之歌》。请你喝一杯下马酒。
谢谢。哎呀，您这唱的不是一般的好啊！谢谢于主持人。我先问一个问题啊，你是不是对大草原特别特别有感情？应该吧，很喜欢。你自己可能没留意到，我刚才看到后面的背景墙上打的其实不是这首歌，是你选的另外一首歌。是吗？因为我们的后期他临时你改了，他就来不及换。这里写的是呼伦贝尔大草原。我本来是想唱这首歌的，但是呢，没关系，因为现在不用配乐，唱这首歌，唱半首也行，可以吗？好啊，行吧。把你这个对大草原的所有的情感里面都给表露出来。嗯，好的，我想想啊。呼伦贝尔大草原清唱啊。我的心爱在天边，天边有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草原茫茫，天地间皎洁的雄鹰俯瞰着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白云朵朵飘在我心间。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心爱，我的思念。好听啊，我好像听着歌就看到那个想象当中看到这个大草原上苍茫的天空和遍地的牛羊。草原确实挺美的，就因为跟你在那边生活过有关系吗？嗯，我生活的地方有草原，但是不是呼伦贝尔，没那么大。没那么大。其实新疆那边也有大草原。是的是的，当然了，新疆也有大草原。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屏幕您的一些照片，照片里一些背后的故事。故事应该谈不上吧，就是我喜欢一家人全家旅游。嗯，喜欢旅游。这是游到哪里去了？这是应该是今年的时候去那个葡萄牙吧，在葡萄牙拍的。在海边，不是在大草原边上。海边。我们往后面看看有没有在大草原上的照片。不知道，应该没有好像。这个也不是竹林里面。竹林，因为我生长在那个，我的祖籍呢是重庆的，重庆那边呢到处都是竹林，所以我就特别喜欢这个竹子。嗯，重庆那边有很多竹子，一般都出在南方比较多。重庆竹子很多的，到处都是，所以。那么重庆那边竹器什么也是特别多的。嗯，是的。就家里很多这个小家具，可能都是用竹子打造的，跟我们南方一样。是的，嗯。海边，你看，还是跑海边去了。还是海边，这张好像是在西班牙吧？西班牙。这张是在意大利，就是在那个梵蒂冈。啊，梵蒂冈。嗯，梵蒂冈。大教堂的广场上。对对。这张好像也是在葡萄牙。
看来这个照片你是找不到大草原了，我觉得好遗憾，下次一定要把大草原直接给带过来，不仅仅用您的歌声的，我一定会去的，一定会去。等摸下来说我还没去过，但是我一定会去的。草原。那么刚才这两首歌都是同一个歌星的原唱是吧？是的，江洋卓玛的。江洋卓玛是你非常喜欢的音乐吗？是我的粉，我是他的粉丝，你是他的粉丝，特别特别喜欢他，特别喜欢。应该说，他是你的粉丝，你是他的偶像吧？我是他的粉丝。那么我们看看，来了解一下江洋卓玛，这个粉丝，铁杆粉丝对他到底有多少了解？请周老师拿上问题来考考你。哎、我的妈呀！你应该说，哎呦，我的卓玛呀！我的卓玛，要帮助我。一位美丽的藏族姑娘，这个第一个问题，你看一看照片，我就不用考你了。江洋卓玛是哪一个民族的？藏族。我不用讲后面的这个问题了，是不是？藏族的。藏族，他是西藏人吗？他应该不是西藏人，他是。他应该是四川人，应该他是应该是出生在那个四川的甘孜，甘孜，四川甘孜的藏族。对，但是说起来，就以前重庆也是四川的，跟你还是同一个省份的老乡，所以我了解，我知道一点那个地方，所以就特别喜欢他的歌，可能是多少是有原因的哈。喜欢他的声音主要是。好，第二个问题，江洋卓玛他的歌声这么美。那么他是哪个音乐学院出来的 ？A. 中国音乐学院 ，B. 北京电影学院 ，C. 星海音乐学院 ，C. 四川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肯定。本地出产的歌星是四川自己培养的。四川对吗？对。看你还真是了解他啊。有一点点。哎呦，下面这个问题你可能就是更简单了，对我来讲这个难度太大了。江洋卓玛的代表作，他的歌曲 A 雪域娇子银格萨尔， B 红哈达， C 梦幻康巴， D 以上都是他的作品。都是，肯定。我能问你都会唱吗？我都会唱，但是他的歌我很多都会唱，但是我知道这三首歌都是他的歌。其实这个光是听这个歌的名字就能猜个大概，差不多吧，但是我知道是他的歌。这都是那个藏语来的，康巴什么银格萨尔。是的，是他刚开始的时候就煮出来的一些歌，还不是现在的，就是比较早。那您到过这个他所唱的大草原吗？没有去过，很遗憾，但是我一定会去的。刚才我就说过，我一定会去的。第一站要先去呼伦贝尔。是的，是一座城市，草原城市。是，我一定会去，反正大草原我一定会去的。因为我知道这个，刚才您唱的这个呼伦贝尔歌就是呼伦贝尔市的市歌。是吗？大草原吧，应该长学问了吧？长学问。我给你一个附加题，让你再长一点学问。你别加了，别加了，我不知道，你完蛋了。铁杆粉丝知道。他有一个汉族的名字叫什么？哎呀，我不知道，这个倒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叫什么呀？告诉我们。再长学问啊！姓张，张文秀。张文秀啊，哦，好，知道了，学到一点。你给观众朋友们带来美妙的歌声，那么我借这个机会，让你长知识。好的，谢谢张文秀啊，感谢你。好，张文秀是你的偶像啊。是的，记住了。好，感谢您来到巴黎卡拉巴。谢谢你，谢谢。感谢您收看这期的巴黎卡拉巴，我们期待您的一起共同参与。再次感谢幸福楼大酒楼的独家冠名播出，以及爱美丽珠宝公司和 Auvergne Large 法国海鲜大酒楼的联合赞助播出。下次节目再见。